子的人，到底总共传了几次球呢？答案从11到16，这答案好像也太分歧了吧？这就是我们专注力的功能，重要的讯息截取进来，不重要讯息排除掉。脑筋转一转，一起玩游戏。转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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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了吗？知道了吗？我们可以借由触觉注意力训练的话，让我们注意力提升起来。动出专注力，一手往前，一手往后。怎么了？现在怎么了？很困难。通常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练习说，哎，一二三，往前的变往后换。哇，老师好协调哦。类似这一些东西，对。